第六题，公共空间里常见无障碍坡道是下列哪一种形式的简单机械？我们可以看到无障碍坡道呢长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斜面的形式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无障碍坡道是哪一种形式的简单机械，我们要答案选的是 C 斜面，无障碍坡道是斜面的这种形式的简单机械。